我是卖经济米粉，欢迎你们来吃。我们有米粉，有白米粉，有粿条，有面。那个五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这边的人喜欢吃荷包蛋，但是他们还要求那个蛋黄会摇的，他们就讲说有阿嬷的味道啦。这些米粉啊菜都是以前我煮给孩子们吃的，我是自己学的，没有人教我的。坐下来吗？传统的我们这些卖了80多年了，经济米粉啊，用豆芽、蒜头，就是靠那个火了，要注意那个火了，这样就好吃了。我们的米粉便宜啊，1块钱就可以了，要加料就另外啦，很传统的啦，我们卖了几十年了。你的配料可以选午餐肉啊、豆干、五香。鱼柳、鸡蛋、鱼饼，各样化都有了。很多人吃鸡肠粉跟那个芋头糕，啊，芋头糕我们自己做的，啊，放虾米啦、芋头啦，那个葱头咯，做了80多年了也是。我的经济米粉比较多元化，我们不只卖炒米粉、粿条，还有那个面，我们还有卖福建面、米果林、米香，还有我们的菜类种类很多，有白带，还有7、8样的菜类。我的米果林是我小时候从我邻居学的，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吉隆坡，所以我喜欢上吃了那个马来风味的面，所以我叫我的邻居叫我怎样煮。因为我们不是只卖经济米粉，我们有卖椰浆饭，所以变成我们的料有很多选择。你们吃米粉可以选那个椰浆饭的配料配那个米粉吃，尤其是我们的白带鸡翅膀特别美味。